江西一驾校教练以驾照威胁女学员顺从，女学员她强行脱我裤子。7月15日，江西南昌的李先生原本以为这又是一个普通的一天，他在家中看到自己的妻子苏女士手机亮了，下意识的随手拿起，然而眼前的信息却让他感到仿佛晴天霹雳。李先生叫来自己的妻子苏女士，在逼问下，苏女士痛哭流涕，说这个男人是自己的驾校教练樊某，而自己在对方的胁迫下与其发生了不正当关系。苏女士说，7月10日那天本该是苏女士练车的日子，可是当天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教练樊某说反正练不了车了，不如出去玩。苏女士说樊某强行脱她的裤子，最终得逞。首先，驾照有那么重要吗？难道驾校教练用驾照威胁就可以为所欲为？其次，当苏女士被侵犯后为什么不报警？如果是担心会影响家庭，更应该严词拒绝樊某，恐怕不会继续与其言语交流吧。亦或是担心驾照问题，7月初浙江杭州的一个驾校教练王某因为对女学员不轨而被警方控制，如果驾校教练有威胁行为，可以采取录音方式收集证据，如果没有也可以直接要求驾校换教练。